大家好，我是我爱阿朱阿紫。今天是2020年12月30号，星期三啊，再过一天，2020年又结束了。所以说，今天我做一个题目啊，叫做一年呐，做个总结吧。再回头看看，网络上的那些教会骗子们，也就是教会卧底们啊，再回头看看。网络上的这些教会卧底和教会骗子们，然后我就挨着挨着说一说吧。由于我的那个推特，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我所有的节目基本上都做完了，所以说刚好这个时候推特也把我封了，封杀了，所以说我也没怎么上推特，但是我还是经常在看新闻，因为这段时间，川普到底能不能连任呢？或者什么的哈，网络上非常的激烈，也比较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新闻。这个其实也没有多少天了，就可以看得出来结果了啊。我们主要是还是说说教会卧底的事情嘛，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今天我把它按照总的划分吧，总的七，今天应该是97期。我看了97期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回头再看看。这些基督教骗子们啊，这些骗子其实我就是，其实就是教会卧底啊，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党派出来的这些人呢，我以前的节目说得非常清楚了，然后我这段时间因为我没有上推特呢，我也有时在看，看到这些人还在骗人啊，还在骗呢，有时也觉得气不过，但是我的话也说完了，而且真正的基督徒又不太多，或者说传播得非常慢，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关注我的这些人差不多300多人吧，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是喜欢我这个节目，或者是和我相同的观念呢，或者是完全是，没有相同的看法，或者也只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太清楚，也没人转，我基本上也没看见转，还是有几个人在转吧，传播得非常慢，看来有时也看见有人有几个人在看，每天有几个人在看，然后我这段时间呢，主要是看见有一个赵晓，他出来了，他好长时间，至少我去年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没有出来。现在肯定是领了任务出来了，因为这段时间支持川普的人和反对川普的人都很多嘛，然后网上分两大波，其实没什么意义。不管是支持川普的人，主要的哈，我说的网红啊这些流量很大的人，不管是支持川普的还是反对川普的，基本上都是党的人，反正就是那些老熟人嘛。我说的就是主要是说教会的嘛，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个支持呢，就是赵晓出来了，赵晓。以前我是说去年都没看见，但是你看，现在我把它那个点开看啊，你们就看见他是在大力的支持川普啊。你们不要以为哈，当然作为我个人的看法呀，我是希望川普连任的，因为川普一连任，肯定就要把这些教会卧底给收了嘛哈。但是这些也支持川普连任都不见得是真的是支持他啊，他们只不过是这是舆论控制，就是大部分的一个方法。就是一边唱红脸一边唱白脸嘛，就是说，总之反正都是他们党的人哈，在做大老千，总得一帮人支持一帮人反对，这样才可以互相吹捧嘛，互相造势。因为谁上谁下，他们都可以迅速的会转变看法啊。所以说他们支持谁和支持谁或者反对谁，你们那些都没有多大意义。最主要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们看他在做什么哈。啊，你看赵晓他自己的，介绍是，你看他其实注册很早就注册，2017年注册，但是他以前都没怎么发言，啊，然后我走了之后，他就又开始活动起来了，应该是领了任务嘛，因为这段时间正在焦灼期间，啊，一帮人他就出来，他是支持川普的，你看他这个是基督门徒、丈夫和父亲，你看和傅西秋一样，哎，现在都要弄上自己是丈夫啊，是父亲啊。这样的身份，蒙在这里。你看傅西秋，他也是。你看傅西秋，努力学习做个好爸爸、丈夫和同事，看见没有？他们这是假装接地气，就是假装。你看我多接地气啊！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就是个丈夫和父亲，努力做好一个好爸爸，都是一路的，一路的，一路货。好，
啊，经济学家施行天下，你看承认中国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啊，这是翻墙出来的哈、啊，这是违法的。按照中国法律，他们是翻墙出来上推特，这是违背中国法律的。但是他们是带着任务出来的，当然他们可以随便翻呢。所以说你看，他写的这些东西啊，大家回味一下，那几位代理部长哪里去了，什么什么的这些哈、啊，啊，川普这条熊是一般的老狐狸正向着猎物靠近，他看着好像是支持川普的，但是你们不相信，这都是假的。他们的，你看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你看他们的教会里边要搞事，知道吧？第一道光祷告会之类的这些，看见没有？他们是有个方法，就是说，其实对美国来说，它其实包括西方国家，现在其实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他们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就想把政治来拖入。宗教拖入政治里边呢，所以说他们在网上的这一帮人呢，就是老是要特别强调川普是基督徒，特别是有许多基督徒在支持川普这些哈，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说要川普当选，他们当然不希望川普当选啊，因为看着现在这个形势，川普是现在是对中国恨之入骨了，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已经说那个武汉病毒都是China virus 呢，或者后来叫 China virus 哈，他们当然不希望川普当选，但是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他们就是最主要的目的，他们是通过捧川普，说川普有基督徒，许多基督徒支持他，然后他们吹捧他们的异端邪说啊，就是基督教的异端性邪说哈，所以说这是他们这一帮人都是所有的这一帮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包括这个苏耀和，都是在他的节目里面。都是说要支持川普的，然后任本妹也是，啊，然后这个刚才看的那个，傅世修也是啊，但是我们过会给你慢慢看他们的，唯一这里面呢，就是比较以前点到我说的那，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和六大部分嘛，第一个就是远志明的旧金山共识，第二唐崇荣，第三傅世修。第四杨坚立，第五任不昧嘛，第六王怡嘛，好，我们挨着看看这些人哈。啊，杨坚立当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特工卧底嘛，所以说骂他人呢比较多，我们先看看嘛，送个杨坚立，唯一杨坚立现在是反川普的，其他人全是支持川普的哈。我说过，他们支持和反对，你们都不要信任他们的所有的目的不是那个，他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要鼓吹基督教，他们的异端文化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嘛，然后渗透美国哈，渗透美国，你们信他们也上当，不信他们，信他们对面的也要上当受骗。所以说我到了年底我再来看看他们这是怎么骗人的，也就看看吧。我看那个唐崇荣，我说的这几个人按照顺序来吧，唐崇荣啊，推特因为兴趣比较快一些，然后我开始从旧账公司说远志明开始吧哈。远志明基本上他现在名声比较臭了之后啊，他在推特上说他的人哈，非常少了。你看12月28号还有人在提到他，以前才领袁志明提到一个宽恕，惹起了大争议，比事情本身争议还大，就是例子因子就是一个 forgive 中午犯人赦免宽恕原谅的不同身份哈。你看这又是在看到没有，又在鼓吹这个，都是鼓吹这个异端邪说的，其实就是宽恕这些，就是希望韭菜宽恕镰刀嘛，啊，当然你看他还是有许多的支持者，看没有？袁志明牧师讲到哈，他在油管上有，你看这些也是，看没有？都还在鼓吹哈，鼓吹基督教的东西。好，这个歌庆海，你看到没有？他虽然在骂袁志明哈，他其实是还是他就是也是卧底哈，他是从泰国过来的卧底，他也是鼓吹归正宗的哈。这个人看见我就躲了哈，你看见没有？都是反正就这几个人啊，献媚
县里中这个人是专门批任不昧的，他其实许多还是写的挺好，批任不昧还是批的挺好，但是他是什么人呢我不太清楚哈。这个人也是以前的哈，袁志敏，这个以前也是在公舞台里边看见过他的，或者在这个都是袁志敏的，都应该都是党的人。袁志敏解释的好，我信他的解释。呵，你看这看见有一件事情，这全是几乎我说了推得上的几乎都是五毛在吹捧他们这帮人。你看刘仪是个好牧师，刘仪嘛，就是首先贴出来江泽民给袁志敏给江泽民跪舔舔书的献书的嘛，就是刘仪手贴的这个东西，手贴的这个东西啊，给大家看看哈。江泽民，尊敬的江泽民主席，愿上帝赐福给你、您的一家和你们领导的中国。袁志敏敬上，1998年12月15号。啊，所以说，你看这些人还在吹捧哈，这个都是五毛，没有什么疑惑的，都是哈。如此牧师还累太多太多啊，希望特使的文明之类的，哎。你看都是不是上面上面都是五毛，哎，五毛的只是这个人是在骂袁志敏神棍哈。啊，袁志敏啊，你看这个又是在尽管他袁志敏真实在去流落天涯无入死人非，这些人几乎都是哈，我跟你说嘛，都是党派出来的。哎呦，你看这些人也是对这个，你看没有，就是对张伯礼啊、袁志敏他们起怀疑的，袁志敏啊，然后傅希秋哈表示怀疑的哈，这个当然是哈。袁志敏你和父亲都是亲戚，这个应该不是。好，袁志敏说到这里哈，骂他的其实也是比较多，但是他照样还是有许多人支持他，支持他其实就是五毛，哎，这个没什么说的。现在你不能说再不能再说上当受骗来说了哈，这上当受骗那就是假基督徒啊，没什么说的。好，然后就说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第一个袁志敏哈说了，说完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就是傅希秋啊，傅希秋团伙啊，傅希秋，最开始赵晓嘛是说过了，赵晓是救难共识的推手哈，傅希秋。哎，刚才我点的呢，就是傅希秋哪里去了？啊，就是波波傅，对，啊，我们再看看傅希秋哈。傅希秋因为当时那个郭文贵在骂他的时候啊，几乎所有的教会卧底都出来支持他，包括任不昧，你们自己往前翻就是了。哎，我也不想翻了，这个都是事实了。任不昧那样大力的支持傅希秋啊，那任不昧一定是党的人啊，一定是党的人啊，搞大外宣的，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以前还有一点怀疑，现在一点怀疑都没有。你看没有，傅希秋在鼓吹三七太原，什么什么归正教会啊，这些都是党的，他们的教会应该都是党的哈、啊。这个什么什么教会，你看他一直在说。他一直把党员就是党的卧底啊，就培养成受迫害的基督徒，然后派出来，你看没有，随便找一个全是一点，就那个张长哈，我也是对他有所怀疑的，不过他不是基督徒就算了哈。你看山西太原的这个归正教会，这个绝对是党的教会，一点都没有，一点疑问都没有哈，一点疑问都没有，全是归正宗，你看没有，归正宗，归正教会，归正教会哈、啊，归正教会，哎，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之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们哈、啊，如果是YouTuber 你们看到的节目啊，你们还是给我点个赞。然后啊，如果你认同我的看法，点个赞。如果你完全不认同啊，你也不用关注我了。哎呀，取关了吧。我到底看看有多，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哈、啊，真正的基督徒。哎，现在看来至少 YouTuber 我认为有300个吧。有290多个人关注我，如果你们不认同的话，就算了，不要关注我，我看看到底有多少，免得我以为还有300多人看我的节目，所以说我再看看啊，全是的，全是的啊，
啊，你看张展哈、啊，有的鼓吹这些东西，哎，其实我没有研究他，他如果是基督的话，肯定也是卧底；如果他不是啊，那就难说了。哎，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这帮人哈、啊，嗯，就是推崇的人，不管他是坐牢还是判死刑或者杀头啊，都是怀疑，都是让人怀疑。啊，江红看见没有？这个都是和傅希秋是一伙的，都是党的人。江红都是党的人哈、啊，都是党的人。哈、啊，张展，你看没有？好，傅秋，你们自己看，他里边的东西，不管什么，你们都不要相信，都是骗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他说的那些受迫害的人，都是党员，都是党员。好，然后说了傅希秋了啊，然后再说就说杨建立嘛，啊，杨建立，杨建立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卧底，他是反川普的，他是卧底，你看看骂他呢，杨建立就是一个舔光棍屁眼的伪君子，这个杨子立这个帖子的藤标啊，藤标就是专门他们网上说是专门为。高志胜写那法律文书的，因为高志胜他部队下来他没什么文化，但是他又要装成一个是律师，还要装成是那个基督徒的话，他必须有一些后台哈，大家做。啊，这个是耿彪，他说的是五毛天，这个杨志立也没，这个傻逼杨建立共体滚出美国哈，杨建立骂杨建立的特别多哈。郭宋时代的欺骗合作的无耻的杨建立，你赢了啊！这些都是很多都是骂杨建立的啊，杨建立的啊，这个都是郭富文贵是不是骗子不清楚，但是杨建立这些肯定是啊。你看，这是大选哈，滕彪、陈光诚、杨建立保线国益，眼盲不可怕，怕的是心嘛。哎，都是这都是党员，耿彪也是，陈光诚也是，杨建立也是啊，杨建立啊。原来杨建立是这个货色，杨建立共特，杨建立共特，杨建立就是个共特啊！啊，这个柳学红哈、啊，他们当然都是知道的。杨建立揭露杨建立哈、啊，柳学红也提到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提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他说的是千人什么什么计划。其实我希望大家说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或者是基督教和谐控制与渗透计划，都可以哈、啊。杨建立嘛，这肯定是共体啊。好，现在说了杨建立哈，傅希秋说了，再看看杨建立哈，还在骗人哈，他们还在美国哈。杨建立，然后再说一下唐春龙唐春龙，看没有？有个人还在鼓吹唐春龙，看没？打了半天子，结果一下被沙旦搞没了。没事，重新入住，你可以慢慢来。今天游戏两小时，明天1.5，后天1点，同时增加读神。读经时间，唐春龙牧师讲到不错。你看，这都是要么是五毛，要么是上当是骗的。在现在情况是五毛的可能性比较大呀。啊，还说是沙旦搞没了。你看，这个还在鼓吹杨建立牧师和王毅牧师。说能早点听他们的讲道，我不至于入吃颓废啊！你看，这个人应该，那就应该是上当受骗的啊，上当受骗的。哎，其实是有问题，因为我推特，他们其实都应该看得到，推特不够疯了，但是他们的 YouTube 人看得到，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寻找真理哈。你看，不愿意，就定死不玩，恰恰好。因为撒旦拣选有定时和神拣选都撒旦拣选，上当受骗的我也没办法啊。如果是看我的节目有真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们就把我的节目转贴给更多人来看。我不怕别人来争论，我的那所有的评论都是打开的啊，打开的。当然有些人我非常之讨厌，特别是来骂我的人哈、啊，骂我的人我现在直接是诅咒他们得新冠病毒死光光，就是得中国病毒死光光。他们要来骂我的话，就我这样诅咒他们哈。这个是认这样，我有正确上帝观，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也是在对任不畏哈，任不畏他其实他自己有几个
他自己的 ID 或者是他的有几个托，我过来给你们看啊，因为有几个托专门托他的东西，其实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就互相的吹捧嘛。你看唐宋荣传，大选里面，川普正处于危险和试探当中，知道吗？这些人都是支持川普的，对，你们不要认为他们支持川普，他们就好像是要怎么怎么地哈，不是的，他是分成两拨人，分成两拨人，支持川普，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渗透美国，知道吗？啊，因为在美国，你支持川普，反正他们都是党的人，你如果不支持川普的话，川普上台，万一清算他们怎么办呢？当然这是必然的，肯定的，不管他们怎么装，人家都是有资料的。但是拜登上来哈，他骂的人也没事啊，因为拜登毕竟和党合作嘛，大家都说党拜登和党合作，所以说，是没有事的啊，啊，只能放在脸。奥巴马做了八年总统，成了发大财的人啊！你看，唐宗还在骗人啊！唐宗，就是以前有唐宗荣年初的，他说是由于新冠病毒为什么来了，就是由于中国判的王毅的刑。然后我就说一个简单的逻辑事实哈，王毅他们对美国还挺有好感的。那么为什么美国也有到处传的新冠病毒呢？难道也是美国判的王毅的刑吗？所以说一下就把他的那个就是推论给通翻了哈，他就是撒旦的仆人，唐宗荣是撒旦的仆人啊。好，这个也是吹捧唐宗荣的。好，然后说了唐宗荣，然后再说说任不昧吧。啊，任不昧，任不昧呀，你看啊，你看这些人，他其实有点儿，其实也是支持任不昧的哈。你看任不昧，发的啥东西啊？任不的性是偏差的，不是是偏差，他是完全是就是党的人哈。现在非常之清楚哈。以前我差点上当受骗了，也上当受骗。他的讲的，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我都不想说他了，都以前讲的非常之清楚了哈。骂他的人，我看任不昧。现在可能也有些骂他人吧，不过这个人也是应该是他们一伙的，你看现在骂他的人也很少了，其实很少了哈。好，然后我们再看看任不昧他自己的推下面哈，推下面他有几个托，我给你们说一下哈，托不管他们的他说的东西那些都是没什么，他托啊，胡子这个人是经常我看见他的托，还有这个叫列宁的也是他的托，或者他自己的 ID， 就那几个人，四五个人在帮他托，看到他不关注人，别关注他的还挺多，那都是五毛啊，或者上当受骗的哈。然后我看一个啊，对，发言多的人嘛，你就会看就那几个人，你看爱情比死更坚强 ，SQ 这个看的是托嘛，因为出现两次嘛，是他的托。这个盒子又出来了，他们在列宁，你看又出来了，他们就几个托，或者是认不为他自己的 ID。你看啊，你再看这个比较多一些，发言的比较多哈。这个人也是他的托哈，经常看见。五幺也经常看见。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哈，还有哪几个托？以前经常看，我其实以前对他不感兴趣，主要是有一次他们的人来骂我，如恩上腾也是他的托啊，或者是他自己的 ID。我再给你们看看任不昧，他说的内容没什么，他全是胡说的哈，就是异端邪说，看了之后倒还你让他。说的模棱两可的啊！你看，川普一家，张展一家，也是基督徒吗？张展那肯定都是党的党员，没什么说的，又是党啊，又在党要派那个卧底出来了。你看，张展一家人哈，又是基督徒哈，看没有？我再说一下，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林光啊，他攻破的第一个教会就是在武汉。所以说这次武汉呢，瘟疫
发作在武汉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这是至少这是上帝允许发生的嘛哈，因为他们基督教和谐控制下攻破的第一站，我们知道的临甘啊，就是把武汉的安化教会和那个鲁湘教会攻破的啊，攻破的，所以说病毒发生在这里是完全是上帝允许的哈，这个是这种说法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为什么刚好这么巧合呀？那么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哈。就像2018年地震要发生在四川一样，那个时候的王乙、于杰他们都是四川人，包括我说的机电都是四川人，还有我也是四川人啊。就是政协大决战嘛，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和基督徒有一个大决战，他们这帮人。当然最终可能暂时就是说他们会赢，但是最终都是耶稣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统统要下地狱哈、也有可能就是现世报都有可能啊，你们慢慢看吧。当然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这个现世报就来得非常之快，一个都跑不掉。你看一家基督徒，川普一家，张成一家，三家人，一家基督徒，川普一家，哎，难道他是基督徒吗？哎，上帝看川普，一家胜过西国20000马兵。哎呀，都不是，只要他们鼓吹的人，基本上你们可以怀疑啊。如果是基督徒，那么基本上是卧底啊，基本上是卧底。好，认罪就是说到这里。哎，因为他们这帮人始终的骗人，我就说嘛，只要拿出基督教，拿出基督教的信仰。在始终在进行的什么社会转型啊，拿着搅到政治里边去，都是他们这帮人的搅和，都是他们这帮人的搅和啊。好，然后再看看王乙，王乙啊，我以前说他可以有可能今年出来，看来是真的是判刑了，他出不来了，没什么消息，但是你们也可以看看这些说王乙的啊，王乙，哦，你看。基督徒，你看他都是张展是基督徒啊，那就是那绝对是卧底，没什么说的，根本就不用怀疑，我也不看，也不用不用查，不用查，不管他判了多少人，都是党的人，都是党的人啊。基督徒因着耶稣已经脱离了死亡的权柄，基督徒因着神而不惧会死啊。既然不惧会死，就是我就说的，既然你们这样忠心的爱主的话，那我们。上坐牢，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坐坐吧，啊，坐坐，哎，坐坐的话也不要埋怨什么啊，也不要说你们好像是在为别人什么着想啊，为了国家啊，或者是为了人民呐、啊，或者是为了什么转型啊，或者是为了什么的、啊，你说我是为了福音，哎，你们都我只有上帝可以救我，啊，你看，的确是我开始我不知道原来是基督徒，那都是党的人，啊，没什么说的。对，这都是鼓吹的，别瞎扯栽赃了，唐背叛共产主义，支持王英牧师，怎么不拿出来说，你们这种放大专门找忠心仆人的缺点，不怕是吹了卧着吗？这都是，其实都是党员啊，这个人也是，知道吗？这个绝对是卧底，这个人绝对是卧底啊。看林邦宪章，你看没有，就是我说的是刘晓波那伙人全是。你有没有啊，都是鼓吹他的这些人，我可以说我敢肯定这人不是基督徒，都不是基督徒，都是五毛啊，都是五毛，真的是。哎，苏小虎，你看没有？苏小虎，苏小虎，王牧师说他是，我好像是看见说他在说那个赵校老师，他是赵校的学生吗？哎，以前，这都是他们一伙人，看见没有？哎，苏小虎，大家对他好像还挺有好感的，哎，包括王牧师对他有好感，都是党的人，完全没错，哎，完全没错，你看没有？这全是哈，好。然后其他的什么王志勇啊和那些都不讲了，那些还有那些洪宇建啊，哎，那些也在有，他们都会在，就说到了年底了来看看他们这些人嘛，哎，就是还是在骗人，没办法哈。
如果 YouTube 们正在听我的节目的人哈，如果你们愿意，就这个吧，就多多的转发或者点赞我的节目哈。其实我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我只是说看着这些人也着急，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只有祷告。我祷告当然是希望，这些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一般的少小众的基督徒，是把他们没有办法啊，我们只能说拯救一个人，就是说算一个人吧，让一个人明白过来，就有一个算一个了，好像也就一生也就让几十个人明白就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比如说川普他真的能够连任呢，就把这些人抓起来。因为这些人肯定是和党合作的嘛，是他们搞整个基督教渗透计划，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渗透计划哈。当然我们也是这样祷告，是不是？那么我们让时间来验证吧。弟兄姊妹们平安，再见。